照片显示，温家宝与前上司地质矿产部前部长朱迅分别坐在沙发两侧，温家宝夫人张贝利与朱迅夫人坐在中间。温家宝的发色花白，略显清瘦。在这张照片公开前，温家宝最近一次公开露面是去年十二月参加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葬礼。温家宝近照罕见曝光，引发多种猜测。不过，舆论普遍认为他是被露面。 旅美时政评论人士陈破空表示，温家宝被露面可能是习近平想要利用他的声望，以及他的改革派和政治老人的形象，安抚和讨好中共的政治老人、党内改革派。因为目前习近平与政治老人的关系已经彻底破裂，同时中国正面临经济困境，中共在内政和外交方面全面失败，当权者需要讨好改革派，向国际示好，向民间示好。